位观众，我的兄弟，祝福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是礼拜四，对，但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五天daily的进行。我要跟你们分享兄弟的话，也要记得你们每天都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六点。我们会一起在跟你们分享神的话，也祷告，教你们怎么可以你越来越靠神的。神的的话这样子说，你可以跟在我的旁边，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神的话。误会的源于一句不可出口，既要随时说叫做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的益处。圣经的话这样子说，误会的话意思是真话，坏的话。我们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应该说坏的话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不应该说真话。我们的话有力量，有力量。圣经的话也说，生与死的力量正在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嘴巴。你说什么，朋友一定肯定你会碰到。因为我们的话，我们每次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的话，我们说出来的时候，不管如果是坏的或者是好的话，我们说的时候，那个话不管会超过多久，一个礼拜，一个月，一年，你可以预备好了，你可以预备好了，那个话你有见过了，一定肯定会变成真的，会发现。比如说，为了你们清楚了解，如果你头疼，对，你头疼，你这样子说啊，我觉得，这个痛是一个无治疗的病，我这样子可以说，我觉得这个头痛是一个无治疗的病。好，因为你说了这样子，朋友就会发现，就会发生。如果你早上你起床的时候，你这样子说啊，我觉得今天不好。好，因为你说了我觉得今天不好，你可以预备好了，那个天一定肯定为了你会发生坏的事，对，会发生坏的事。因为你说什么，按照你的话这样子会发生。所以圣经的话这样子说，我们不应该说，你可以再看，我们不应该说误会的源于，真话坏的话，一句不可出口，意思是，连一句话都我们不应该说坏的话，既要随时说造旧日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应去。如果你的话你说的时候不会人听见的人得应去，所以朋友更好，你我闭嘴，更好我们闭嘴。怪不得现在你可以清楚了解，为什么我们每天跟你们分享神的话，我们
跟你们一起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话有力量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跟圣灵沟通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要你预备好了，我们要现在祷告，请圣灵的力量，圣灵的灵，不好意思，请圣灵的灵帮助我们，领导我们，阿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的主，奉你的儿子的名字，现在我们请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我们的头脑好像你的一样的耶稣，我们要，但是我们其他为了我们有我们的头脑好像你的一样的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为了帮助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耶稣，你知道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罪，不是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耶稣，但是我们请你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犯罪，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先发的细微，有的时候我们犯罪，我们的话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的话，耶稣，犯罪，我们的弟兄们，我们的朋友们，我们的家人们，但是耶稣，我们请你下来跟你的圣灵，下来跟你的力量，为了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，对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内，我们要，我的主，有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的心好像你的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必须领受圣灵。所以朋友，现在你可以跟耶稣讲话，你可以继续祷告，对，你不要等我为了你祷告，耶稣他也可以听你的祷告，所以现在我让你跟他讲话。我的主，对，听见这个人的祷告，可能这个人没有另外一个为了帮助他，但是我请你让你的圣灵下来，我的主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对，你的恩典，耶稣，我们需要天天都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哦，我的主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，因为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如果你相信，朋友们，你也可以说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朋友们，记得。你的话有力量，你的话有力量，我的，人类的话有力量，所以你说话的时候
你我们大家应该什么小心一些。对，我们说话的时候更好，我们说话的时候几天更好，我们考虑一下，对，更好我们考虑一下，因为你说出来以后没有办法，你这样子说不好意思，虽然你说不好意思，但是已经有说出来，阿门。把这个信片给你们的朋友们分享，如果你对我说龙，你需要帮助，我需要帮忙，好，你可以度过这个电话号码，你可以跟现在这个电话号码，你可以度过这个电话号码联络我们，我们会永远这边在为了帮助你们。我的圣灵祝福你们，下一次见。